Amsterdam.真的很荣幸，因为请到我自己的好朋友，然后也是大家心目中就是最憧憬的女神乖乖啊，担任我们这次的这个女主角。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很专业的模特嘛，所以我就想说，从这个模特名模，她可能专业里面会遇到的一些各种的表情啊、动作啊，然后再加上服装去演绎。所以这次我帮乖乖设计的大概有3到4套的造型。那这里面可能包含了运动时尚，那运动时尚里面呢，当然有这个 Alexandra Wang 的服装，春夏最新的这个服装，那也有这个乖乖代言的那个很厉害的运动内衣的品牌，然后中间呢有一套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比较安静，有点那种优雅法式优雅的那个概念哦，那个是浪凡的，但是浪凡在今年春夏他特别走了很多跟异国啊还有旅行有关的一些味道，所以那个裤装我觉得很酷，因为乖乖过去很少穿，对不对？对就是那个有点宽松，然后它很像那个印度他们传统的服装哦，我觉得这个也蛮酷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有这个 Jasmin 的非常厉害的女神的服装哦，这个一出场全场就是惊艳，觉得哇，好像女神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样。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我用的这个意大利顶级的 Doria 的帽子，然后去演绎乖乖本身的神情，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一个专业的这个 model 啊，或者名模啊，或者艺人啊，其实他们有时候光是嘴巴就能做出很多很漂亮的表情，所以我用这个浪凡的今年春夏最厉害的这个项链，再加上意大利精品的帽子去做混搭，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我最喜欢 Jasmine 的哦，真的吗？因为其实我去年有去看过东方文化，看过他们的秀，对，我知道。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穿到，可能要等到结婚，那可能很久。就没想到现在就有机会穿，很美，对，谢谢老师。没有没有，但我觉得你很适合啦。除此之外啊，其实像现在乖乖穿的这一套也是这个 Christian Dada 的，他今年2019春夏最新的 look。那我很喜欢这个品牌，是因为他2010年呢身穿正规才成立，但是现在已经是包括 Jolin 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大明星都很喜欢穿的。那这一季他特别厉害的地方是，像乖乖这个裙子上面的印花，它是为了这个纪念那个荒木经惟的一些作品啊，所以把荒木经惟大师的一些摄影的影像放进去。那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把对那种影像跟时装去融合的概念啊，非常吸引我。我有看过荒木经惟真的吗？传，如果说是荒木经惟拍照的 style， 然后放到这么有气质裙子上，我觉得还蛮有冲突的，很有冲突的啊。有点 surprise。对啊，而且他这个这个作品这次用的那些影像集呢，是他在1991年出版的一个摄影集。那个摄影集是为了纪念他1990年的时候过世的那个妻子，所以他去拍了一些影像去纪念，所以我觉得是特别的有意义。那时装跟影像永远是可以结合在一起。其实我今天搭配了4种不同的味道，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只要你有自信，你有态度啊，同一个女生她是可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对不对？比方说乖乖她是可以很运动，可运动里面有时尚感，或者是有一点法式的优雅，但是有时候又是那种 Jasmine 那种很大气的。所以我觉得多多尝试，那这是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今年很流行那种不对称的穿搭，比方说你上衣很男生的时候，下半身可以很女生，或者是下半身有点裤装比较男性的时候，你上半身就可以比较柔美一点，就是用一种过去人家会觉得牛仔裤好像就是应该搭牛仔外套， no no no， 牛仔裤反而要搭西装外套。我觉得用这种逻辑去穿搭其实会比较有意思。我自己私底下我一定会穿高腰裤，我不穿低腰裤。真的假的？真的，我都没有买过任何一件低腰裤子，裙子也是一定穿高腰的。然后我自己很喜欢配比较短版的上衣，就会让我看起来比较修长。我懂。对，而且臀部比例会比较像外国人。其实我觉得女生穿这样真的很好看，只是这样子之后我们男生不太敢走在乖乖旁边，因为我觉得她的腿已经到不去。这是假象。没有啦，就是比例好。就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代言。哦，对，这个我要帮乖乖郑重推荐一下，那个他代言的那个运动内衣真的很厉害，而且这次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因为现在女生上健身房 IG 看那个网红啊，他们这个是显学嘛，可是你要怎么样穿得有态度，然后这样的一个好的运动内衣呢，同时可以在
这个其他的时装里面互相穿搭。对，现在蛮多，我自己试一下，现在都是穿运动服，然后外面就搭时装，就是其实穿的比较休闲，里面随性里面跟时尚有关系。对，乖乖讲的计划比较感觉就是很工作的东西哈，比较多这种。我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计划想要休息，想要多一点旅行的机会。好，你再分享多一点美照给我们，好不好？好，谢谢。